还会不的，那个是在挑花的。3 2 1 0 2 3，火箭发射。发射两个，发射的还在喷水啊！哇塞，它发射了，再一次。不，10 9还没。10 9 8 7 6 5 4 3 2 1发射！发射啊！你怎么站起来了？因为火箭。很冷啊，你要坐在里面。发射了吗？对呀、啊，不然太冷了啦，站起来会感冒的。10 9 8 3 10 9，不要站起来了，站起来很冷。9 8 7 6 5 4 3 2 1，火箭发射！哇，飞好高了。接下来没有火了。那所以要掉下来补充你能量，它要补充它的能量了。水，这个水就是它的能量。它就要很多。对呀、3 2 1，火箭发射！发射啊！地狱发射！这个火箭失败了。那要怎么样才可以当成一个成功的火箭呢？